你好，欢迎来到仙鹤中文频道。这里是学中文最开始要记住的300个中文字，第121到150。经常，经过，经理，经验。经过一夏天的努力，他的游泳水平提高了。经过一夏天的努力，他的游泳水平提高了。礼物，礼貌，敬礼。孩子的爱是给爸爸妈妈最好的礼物。孩子的爱是给爸爸妈妈最好的礼物。游，旅游，旅客，游泳圈，游戏。很多人喜欢用手机玩游戏。明，明白，明亮，明天，明年，聪明。明天早上我先去银行，然后再去找你。难，困难，难过。人们不愿意去做一些事情，是觉得太难。年，去年，今年，年纪，年级，年轻。希望你在新的一年里健康快乐。爬山，爬楼梯。上星期日我们爬山，你怎么没去？边，旁边，左边，右边，两边。过马路的时候，不要一边走一边看手机。鞋，运动鞋，皮鞋，系鞋带。今天走这么多路，我穿错鞋了。其实，其他。他不是没有时间来，其实他是不想来。起床，起飞。
起来，一起，已经八点了，快起来刷牙洗脸，要迟到了。已经八点了，快起来刷牙洗脸，要迟到了。认，认，认识，认为，认真。我认为你能够做好这份工作的。我认为你能够做好这份工作的。上，上，上面，上午，马上，上班，上学，上网。过一会儿，我上网给你发照片。过一会儿，我上网给你发照片。疼，疼，头疼，肚子疼。他今天请假了，说是牙疼，去看牙医了。他今天请假了，说是牙疼，去看牙医了。同，同，相同，同学，同事，同意。我还没决定要不要说，我怕他不同意。我还没决定要不要说，我怕他不同意。完，完，完成，完整，完美。你先去，我跑完步就去图书馆找你。你先去，我跑完步就去图书馆找你。忘，忘，忘记，别忘了。到了学校，别忘了给家里打电话。到了学校，别忘了给家里打电话。问，问，问题，有学问。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西，西，西南，西北，西方，西瓜，东西。你买了这么多东西，我来帮你开门吧。你买了这么多东西，我来帮你开门吧。希，希，希望，希望你一切顺利，早日完成计划。希望你一切顺利，早日完成计划。习，习，学习，练习，习惯。刚来一个多月，你对这里的食物还习惯吗？刚来一个多月，你对这里的食物还习惯吗？信，信，相信，信任。信用卡，写信。
你要相信自己的选择，不要被别人影响。你要相信自己的选择，不要被别人影响。些，些，一些。我要去买一些水果，你要买点什么吗？我要去买一些水果，你要买点什么吗？新，新，新闻，新年，新的开始。小钱，这是新来的同事王宇。小钱，这是新来的同事王宇。选，选，选择，选举。他们都很好看，太难选了吧？他们都很好看，太难选了吧？肉，肉，鸡肉，鸡肉，羊肉。你会做一些素菜吗？我们的客人不吃肉。你会做一些素菜吗？我们的客人不吃肉。远，远，远近。他家离学校不远，走路十分钟就到了。他家离学校不远，走路十分钟就到了。越，越，越来越。天气越来越冷了，冬天到了。天气越来越冷了，冬天到了。照，照，照片，照相机，照镜子，照顾。我今天没上班，女儿生病了，需要我照顾。我今天没上班，女儿生病了，需要我照顾。只，只，只有，只要，只能。电梯坏了，我们只能走上去了。电梯坏了，我们只能走上去了。欢迎继续关注学中文最开始要记住的300个中文字。再见。